现在大家期待的，我们怎么把经济成长果实，每个国民6000块钱，怎么样子来早一点让国民能够领到？行政院正在加紧各部会的作业，要把法源做好，送请立法院同意。立法院同意后，要编预算，再请立法院同意。希望开春以后就能给全民一个新春的祝福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好的表现。